况不接电源的话，这个灯是灭的。然后插上这个电源线，它亮了，说明这个充电器没问题。然后给车充电的话，去呢？这个灯就会变红。然后，如果说灯还是绿的话，就两种情况。第一种的话，我们可以试下这边，这个是绿灯嘛，就说明这充电器是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，如果说正常是好的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线电源线拔了。拔了之后，等这个灯灭了之后，这个亮，现在是亮的，等它完全灭了之后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插到这个充电器这边。啊，对好之后插进去。它这个灯也会亮，就说明这个充电电池到这个充电接口这一端也是好的。如果说这个灯不亮的话，就证明这个充电线到电源这边是坏了的。